TO 是麻辣鲜师吗？麻辣教师，应该是麻辣教师吧？还是麻辣教师？是那个鬼冢英吉吗？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去看，就把它看过，就看过一些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不太熟啊。它有日剧版，就是我有一点印象，对，确实跟室友聊，就你知道吗，旭伟，就职业病来说，我刚才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仔细想了，想到说应该不再讲这个，什么叫做有没有看到 GTO， 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就算是你要上网查 GTO， 你第一个跑出来的好像也会是麻辣教师的那一个，对啊。所以我刚才第一时间有点愣住，我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？哦，对啊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啊，对，那个我没有真的把它看过，不算是有看过，因为真的中毒，中了不轻，真职业病。为什么停下一个人的悄悄般无力挣扎，看眼前的时间滴答滴答，烟花回答马戏团开场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猴子身下骑着马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尾巴被融化，哈哈，表演苹果茶飞到幕布落下很蹊跷，气氛推向了高潮，小丑发出奸笑，女孩你为何踮脚尖，是否想看到小丑的笑脸，马戏团世界很善变，面具后表情你看不见，女孩你为何睁大眼，看到的虚伪实在太明显，他们娶你有很多年，和你不同他们没有明天，哎，不好，连进两张。十二月初开台抽日活动，抽啊抽啊，抽呀抽呀。我突然看懂这个注音真的是什么，就是路人假装自己是路人，可是他只发表情，应该是观众吧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比较新，一个比较旧啊。所以后面的那个实力分成机制跟人数已经比较完善，这样子。应该是还是得碰掉啊，先连装。这把没有什么牌子，你。该晃地方晃，该摇的地方摇。哦，原来在问那一种的啊，那确实，都很香，好不好？都很香。我还以为是我在想，那怎么会被碰？开车车啊，确实都很晃很摇。对啊，主要就人数，毕竟经营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。不到一年吧，你应该知道说这个。对啊，
退伍应该快五年了吧，还是已经五年了，突然有点不太记得。刚出的时候经验水平很高，对啊，反而是会这样子啊，因为刚开始去玩玩家很多是其他游戏过去的，所以反而前段的桌次在前期是比后期会高的，因为现在一番街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啊，因为像现在银河开不起来，然后来玩这边游戏的，就是你就算打到后面的段位，你大部分也是只能挤在岩羊打而已啊。所以说明再过个两三年，如果一番街有持续良好经营成长下去的话，可能那个时候的岩羊会没有现在那么好，反而没有现在这么强之类的。哇，这牌不能哎，不对耶，下家粒子的话我好像不能太日耶。哦，这边是不能掉顺位的耶，三所啊，三所金牌是还好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摸起来摸起来摸起来就不用害怕了。真一喽，真一喽，我现在 M1 呢，真这个一好重要哎，这个真到我们就直接升。2800断腰不够不够，只能直击。哎呦，有一番就够了。为什么这时候开战车不要哎？战车出现通常好像不是好事哎。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，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。不要不要说那个字，说了如果最后没有逆转 ，Rosso 就500，就三百秒，今天都还没有祭品。不要战车，还是你们立？不会有不要战车变成要立直的问题。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。哦，这个牌好哎。分隔的理想，分隔现实，又在前方的山口回头。原来是立 flag， 就没看懂。我还以为变成要立直。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。那我们看到搭子够，如果把2445看成两搭的话就会够，那不够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就是硬断，硬断绝对比较快，不够你就再用中章去升就好了。对啊对啊，那边算是三大，它不是那么漂亮了，它可以再改。哦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升段听牌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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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耶，断腰怪物。
Sling， 令人惊叹的实力，吹再吹。谢谢谢阿土。夜舞技师。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。你离开阳，阿紫又降到，炎阳是有阿紫规定吗？其实我不太知道，因为二掉了。那阿土，什么有蝎斗跟影像？上家是认识吗？夫妻不知道。哦，要1600以上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这边 R 其实还蛮堆的，哎，就是堆上去就会上去的那一种。那多打就有机会吧。你刚才的上家哦，原来路人是 ZSZS， OK， 我又记得了。希望我的资料库会记久一点。东风橘又跟疯狗一样，这个游戏比较日啊，就是那个我干。哦是进这个、啊，那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游戏不是必试游戏啊。你如果是打天风雀魂，你会发现可能比较说的完。